有大厅堂，反而不如小小的菜草房。菜草房里也有那风光好呀，还有狗叫呀，进来当桌子在歌唱。叫呀听来当桌子在歌唱，歌唱的鼓叫不一样，这样的兵方太荒唐。只是我说话前思量，姑娘你先我要原谅。敢在比方，在草房里把你爱笑呀，哎呦，睡在这里当桌子在边旁，哎呦，睡在这里当桌子在边旁。庙堂里供的是土地香，土地公公大模又大样，土地奶奶陪伴在一旁，拜土地为的是哪一桩？但愿土地永远保佑你，保佑你我年年。哪怕我俩不能配成双。
谢谢。刚才大家分析到的是一首对唱的歌曲，非常好听。再结束去，再来五条歌曲啊，是由郑惠勇来演唱一首《爱情恰恰》。第二首是赵景奈，赵景奈个来个后台妹，当作没有爱过我。第三首是由昆阿曼提来唱一首一亮窗的歌曲《情人梦》，吴青比赵龙。这一首是杜美香来演唱一首泰国的歌曲，歌名是《南鹏及亚皮》。最后一首是由刘秋光来演唱一首《江水向东流》，刘秋元。谢谢诸位，谢谢诸位。